यदि मैं पुत्र जीवा शत्रु का पदेना राहु चचुरा नवरिनोती पत्नी कलम विलम बते打开城门，交出靖公主，我的主人可以饶你不死。 火星，退兵二十里，三日之内，我必定出城和亲。你已经背弃过婚约。
我们如何相信你的承诺？ ，信不信由你们。如果不退兵，你们只能得到一具尸体。三天之内，如果你还没有跪在我的面前，我一定会回来。 ，一心想要和他在一起。他说他爱我，我相信了。后来他又说他舍不下他的妻子。我用修行了千年的妖灵救了他们的性命，因此被打入寒冰地狱，受尽折磨500年。 我好羡慕你，有一个人爱你，可以为你去死。你怎么会舍得离开他？我是一国公主，我没有选择。你有，你可以变成我，留在他身边。 但是你要我的心，对，用你的心来换我的皮。你们杀人，如同踩死一只蚂蚁，要取我的心还不容易吗？ 为什么要费这么大事？跟我纠缠这么久，
我若强取，是恐惧之心，死亡之心，没有用的。我要的是你心甘情愿把心送给我，唯有如此，我才可以转身成人。换了皮，我可以替你去天狼国成亲。去了天狼国，你会生不如死，可是我至少有一次做人的感受。我以为做要自由自在，原来我们一样。没有了心，我会怎么样？为了保住这张皮，你必须吞噬人心，必须四处飘荡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，你只能躲在这张皮之下。但是我能跟霍心在一起，这就足够了。没有了心，你会变成妖，甚至会被抓回寒冰地狱，忍受冰封之苦。我明白。我心甘情愿。